谁让你蹲这儿了？我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小时，我站累了我。那谁让你站这儿了？哎，你电话不回我，微信也不回我，那我只有在你们家门口蹲你了。你别动，你别都别都腿腿麻了，我受不了。干嘛？哎，月亮，这是怎么了？阿姨，我同学脚麻了，您遛弯呢。哦，对，赶快带你同学回去吧。啊，好。哎，再见。好，下去。哎，去你家。没门儿。你别动啊！你让我缓缓。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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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忍着。哎，你别搬走啊！叶乔跟你说的，我看到你给他发的微信了。 我给他发的微信，他怎么可以给你看？还是你现在都可以看他手机了，随便翻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他手机坏了，然后买了个新手机，我正在那儿帮他装那个 APP， 然后就不小心看到了。好吧。 你们俩什么意思呀？我以前那么帮你们，让你们俩和好，你们现在看着我自作多情，不告诉我，是不是故意耍我呢？觉得我特别好笑？月亮，我们俩这么多年朋友，你还不了解吗？我怎么可能觉得好笑呢？李芊芊，我这两天想了一下。 我觉得我自己跟个大傻子一样，我还要撮合你们俩和好？你们俩需要撮合吗？你们俩现在就是合起伙来骗我。哎呀，你别，不是的，你知道的时候我也才刚知道，我做梦我都没有想过，我的两个哥哥竟然都喜欢我。贺子秋也喜欢你，对啊。 迷惑行为大赏是不是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李尖尖，你今天就是来跟我炫耀的。你明明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我喜欢过贺子秋，你是来跟我炫耀吗？你现在看着我这样，你特别开心是吗？哎呦，我开心什么呀？我要开心我就不会在那儿等你一个多小时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这么丢人过。 不是，你们真的不带这样的。你们老李家真的太欺负人了。不是秦明远，你神经病啊！你才是就是神经病！我不想跟你说话了。你以为我想啊？是你来找我的，谁先找谁谁是狗。啊！ 谁欺负你了呀？我去打死他！哎呀！
眼睛肿了，哭完好受点了吗？心音乐现在肯定觉得很丢脸。等他冷静两天，我好好跟他道个歉。你都不喜欢人家，你道歉有什么用？喜不喜欢这个东西，又不是自己能控制出的。哎，你看看你，你看你给我咬的，属狗啊。 疼，你给我揉揉。哦，你说你，我正在气头上，你还非要来惹我。 活该！你是好兵啊！我刚刚握了这个，你别乱动，还揉不揉了？